现在这一颗拍完之后，你看过了许多美景。这一颗呢，等一下我你知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旅行的意义就是。人家留给我这首歌的灵感来源，跟这首歌想要表达什么？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我们很想要放假，很想要坐飞机，很想要出去玩。那当然就是这一年比较没办法，然后就闷坏了，闷了一整年。然后写这首歌，我觉得在不管是音乐上的氛围，还有歌词，其实都扣那个很想要放假的心情，扣的很紧。其实大家是想要去景点打卡，不是想要在办公室打卡，总的打卡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歌曲就挑战蛮多不一样的词的方式，然后我觉得自己玩的蛮开心。你有什么是 Kimito 的意思？就是我想要找一个Kimito 的意思就是和你一起 Kimito 一个就是和你一起走，一起去吃卤肉饭。很好吃。这支 MV 明天留给我，就是一个小玉的妄想。他是一个行李箱公司的员工，然后我扮演老板。他被我开除之后，他妄想他还可以出国去玩。这是我对剧本的理解，导演刚蛮好的。看雪花在飘，天空洒下香料。里面几个工作人员啊？20、21、22、44起。我们就是要做最大，韩国人做 XL， Double XL。如果德国人是童话，我们就要做 Full Up。蛮好笑的，有点戳到我笑点。童话大不大的锅，很好笑。我觉得很好笑。放空。其实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，都会跟导演说尽量减少戏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不算是演员，所以会害怕那个表演不好。但是我觉得导演这次采用的风格，我觉得蛮特殊。其实你不用很会镜头叙事的比较多，那演戏的成分稍微少一点，你就其实只是做一个动作，一个表情。所以我觉得我蛮相信导演。认真的人。总共有几个箱子？右边有三个，然后底下第一排有七个，第二排有八个，很认真在算。第三排有两个，第三排有四个，第四排有四个，工作人员有三个。我今天造型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，因为搭配墨镜的关系，我今天又是一个不能笑的一天，所以是很认真、很专业、professional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看一下。一下谢贤，一下 Hebe， 一下 Ella。那个造型像少林足球里面的超头毛衣配西装外。我今天是谢贤跟 Ella 的综合。不行笑啊！3、2、1，扔 ！You are fire！You are fire！学长最特别的一点是多怪的衣服他都可以驾驭，其实他穿起来我觉得蛮时尚，而且是蛮复古的时尚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股很烦的气质。什么叫很烦？就是看他就烦，学长干嘛穿这样，但是又很帅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戴回眼镜了，我想法觉得这一版可爱。没有啦，蛮有趣的，而且这次选了那个很像我爸以前会戴，就有一种80年代。我这次定妆，我越看越像我爸，好可怕、喔！真的是长越大越像自己的家人。你看半小时，笑死，年轻的，年轻的小时。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访问的？还有一把新吉他。没有，这把是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日本有个非常有名的吉他手叫做 Char，
Trust 啊，然后他出了一款签名琴，然后 Fender 就送我一把，他们日常的，我平常都在家里弹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亮相，一拿出来大家都说很好看，它的颜色很对，对啊 ，Fiesta Red。这只手在你的那头往后仰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耶，成功了！塞进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不是蛮猎奇的，很像 B 级片。然后我有看到那个 monitor 回来的画面，我觉得很酷。就但其实有点可怕，有点像会分尸。今天是来追星的。那你目前看到最帅的是谁？我有一个女老板不错。女老板不错。还有一个社员很认真的，哦，那个栗子头，哦，很帅。那个一般的。哎，看起来也怪怪的。那我也没介意，也怪怪的。很想念他哦。很想他。啊？再依偎他一下，今天演了好多角色，卤蛇员工和变态，这两个其中有一个是本我，大家猜是哪一个？对对对对对，摩擦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摩擦着他，对，哦，好想他哦 ，nice nice。到底现在还有谁会对着海报做这种事情？哦，小玉，我觉得你刚刚那个用头去摩擦那个柜子，那个不会太淫荡哦？没有，不会不会，你是摩擦柜子。我请问摩擦什么？擦？有差一点。我们安排很多蛮难的戏，然后那个对点都要对的比较准一些些，我觉得成果应该是很值得期待。总之今天真的很好玩，谢谢大家。我确实真的有打卡过，因为是学生，然后我在一间做那个团体服的公司当美工，一般服那种。对，然后就是把同学送来，可能用考卷背面画图，要把它变成电脑稿，你知道那个真的很崩溃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我的主管，我们迟到是要扣钱，他每次都念我，你是不要一直迟到，钱都快被扣完。然后结果他也是一直迟到。以前就是那个在那个乐器行上班教课的时候要打卡，但是我是不迟到的人。但大家知道，就是在乐器行教课很多都 rock， 很多都迟到旷课的老师都有，所以我是代课王。就觉得老师没来，哦，就是代课多赚一些外快这样子。难怪很多人说什么你学生超多，是很多都是代课。有可能就是被我教到一两次这样。我没有上过班呢，然后。我印象中我也没有写过任何一张履历表，哇！所以各位宇宙友们帮我写一张吧。三二一，抓上去抓。